今天海清老师呢要教大家唱前段时间比较火的旋律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直接进入真实的教学啊。首先第一个教学点呢就是气息，气息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找到我们的换气口和学会用气息去唱歌。图片中的换气口呢我是根据歌曲来定的，如果说感觉有换气换不过来的同学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换气口。那么很多同学气息不行啊，唱歌换气的时候呢就会是这样子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唱着一扇，没气了，没有找到正确的换气点，就会唱着唱着就没声了，因为气息的支撑不够，所以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换气点。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唱着一扇门。然后呢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唯美的，我们要轻轻地唱，找到气声的感觉。那么现在呢来跟着老师叹一口气，叹气的同时状态呢要保持住，不要整个人都瘫了啊，哎，不要这样子，我们轻轻地，哎，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哎，人群里敞着一扇门，是不是找到一点感觉了？跟着老师整体的来唱一遍啊，注意换气口和叹气的感觉。唉，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敞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第二个教学点呢就是我们的技巧，真假声的转换，重音和弱音还有情绪的把控啊都要注意。那么假声的部分呢老师用红音字已经标出来了，重音呢我用下划线标出来，情绪的递进也用箭头标出来，这首歌呢非常的唯美，所以呢假声部分呢我们也是轻轻的唱，用头声多一点的弱混技巧去唱。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感觉声音呢往头腔上去送，唱不上去的同学呢可以开一下嗓啊，练一个乌母音，就是呜呜还有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递进，标箭头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弱起弱收，也就是前面弱中间强结尾又弱下去，比如说这一句啊，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最后的存字要立马收回来啊，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昏字也要立马收回来。最后呢跟着老师整体来唱一遍啊，注意一下重音假音和情绪，唱之前呢找到叹气的感觉，来一起来一遍。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声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深不想。